名的点心零食，叫什么？零嘴零食。对，因为艾迪前两个礼拜去马来西亚出差，然后他就带了很多，因为他有一个客户就是马来西亚的人，然后非常热情，就一直带他们去超市，就说这个一定要买，这个一定要买，然后就买了很多零食，然后我就收集了一些回来，我想说可以来拍个试吃影片。那我们先从哪个开始呢？我想先从这个，看起来很可爱，这我好像有看过哎，一包一包，它好像有印象哎，好像有人推荐过，它好像 Elmo。好像不是 Cookie Monster， 对，它像什么 Monster， 它叫 Mommy Monster 哎，它有点像，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王子面点心面的感觉。它好像就是王子面，他说在第一步骤就是把它敲碎，然后摇它，然后很可爱哎，它画的很可爱，摇它，吃它还什么的，打碎打碎它，然后摇它。哦，他们没有要打碎它，他们他们说他们都习，就是他们马来西亚吃都是习惯，就是当成一个饼的感觉，这样直接啃。他们不是像我们打碎，是这样吗？我是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们台湾就是我们喜欢什么呀？对啊，不是打碎吗？方形就是碎啊，吃起来很脆吧，脆脆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说他们就是这样直接咬。然后它里面有附就是一个调味包，把它打开，我们现在就来吃一个看看，应该就是跟王子面味道一样吧？对，感觉啦，感觉是这样。哦，它有写它这个是 BBQ 口味 ，BBQ 讲错 ，BBQ 口味。然后你看里面一块小小的面，我觉得好像已经有调味过了，没有，它就是面味，炸面的味道。可是它有颜色哎，它有很像。就是有一点颜色，要不然我们先吃原味，然后看看如何。好啊，要直接吃吗？嗯，不然我们分一半好了。啊，哪有人这样剥的？要直着剥吧。睡开了。哒啦，就是面啊，感觉就是王子面。哒啦，像这样脆脆的面。要加那个调味粉吗？我觉得不加好像也可以。嗯，就是要是原味的，就是菜粉。粉红色的，就把它好啊，把它弄碎吃看看，反正都可以吧，看你要怎么吃都可以。Shake it， 哐哧哐哧。我吃看看，加了粉，哎，这样你是不是都喜欢把它用到的？因为你弄好碎哦，习惯了。我自己是把它会用成这样，大概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，不会用到它这样全碎，然后倒的。嗯，小时候吃都要捏碎吗？没有，我就捏这样半碎，我不会捏到全碎。我觉得加完好像没什么差哎，我吃不出来有加粉。对啊，有加粉吗？没什么差哎，但我觉得蛮好吃的，但不会很咸。嗯，很适合就是看电影的时候，看电视的时候。有啦，还是有一点点味道那个。嗯，可是没有很明显的 BBQ 味。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不会很咸，还不错。好，加油。下一个我们吃这个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少见，这是什么啊？这其实一大包，但我吃不完，就是抓了几小包回来而已。这个是鱼肉豆饼，嗯，它上面写香脆可口，好达鱼肉饼。嗯，你们看，而且它包装就是很 local， 很复古、啊，很像小时候吃的饼，对，很复古，很像小时候吃的饼干的包装。嗯，这上面就写它成分就是植物油、鱼粉、豆粉、糖跟盐。好可爱哦！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台湾的鱼酥，很适合小朋友哎，因为它是一包，然后里面的量不多。对啊，它里面的量不多，然后很像长这样，很像小饼干。我要吃了。哦，好脆哦，好硬哦，嗯，好硬哦。哦，我觉得像蚕豆酥。对，嗯，就像蚕豆酥，这个需要配水或饮料。我觉得像炸油葱的味道。哈，你平常会吃炸油葱哦？就是干面里面的炸油葱啊，炸猪油啦。哦，如果把它弄炸猪油或炸油葱的味道，我觉得是蚕豆酥的味道。各位，炸猪油味，炸猪油味。嗯，第一次吃会觉得好像有点淡，可是你就会莫名其妙吃了第二口。还好我不喜欢这个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我觉得老妈会喜欢这个。嗯，这个也是就是看电视可以吃。而且它就一小包而已，可以喝水啊？没有水，有啊，那里没关系，就一小包而已。就是如果你怕你吃不完，你就可以一次吃一小包，不会吃太多。嗯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要配一点水或饮料，因为觉得有点干。
有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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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个湿一点好了，我们吃软糖。好，它有两种口味的，一个是综合水果，然后凌晨大门拿的是 mango， 我最喜欢 mango 了，芒果果汁软糖。嗯，哦，这感觉好像我去长滩岛的时候有卖这个哎，好像有点像，长得很像啊。长滩岛的蛮好吃的，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如何。它是100分石果果汁软糖，然后这其实这里面也有芒果口味的。如果你没有特别想吃芒果，对，你可以不用特别买这一包。哎，不过我先吃看看好了，搞不好很好吃。那就先看你那一包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已经开了，因为我已经偷吃了一点。好，就吃芒果。大家非常喜欢吃芒果。我各口味留了两个，所以我可以一起吃。第一个是芒果口味，芒果口味，嗯，它就是一般。哦，好香哦！芒果一打开就闻到芒果味，芒果味，像这样，就是芒果味道。嗯。好吃，你吃饭嘴巴不闭起来的、哦？会啊，就是芒果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、啊嗯，还不错的啊。那本身没有很喜欢吃糖果吧？哦，我超喜欢吃软糖的，但它真的没有到很甜很甜的那种糖果。嗯嗯，我觉得蛮香的啊，就是它刚一打开就是那种芒果味，芒果味蛮重的，而且我觉得不太像就是。不是天然的那种的味道，吃起来好像真的是芒果的感觉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100%，不可能，应该是不可能啊，感觉一定有色素、嗯、白砂糖、食用葡萄糖、苹果汁，它没写色素啦，标示不是哦，应该有，没有啦，它是什么诱惑红、柠檬黄、日落黄、亮蓝、食用香精，哦，那就是吧，啊，反正是零食嘛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青苹果口味，它就写苹果哎、欸，不是青苹果哎、欸。嗯，等下画是青苹果，上面写苹果的，是绿色的，好绿哦。嗯、这个就有那个香精的味道，对，这个色素感了。哦哦，小时候吃软糖的味道，嗯，就是软糖味。嗯，但它软糖不会粘牙。嗯，它软糖不会粘牙。嗯，草莓是不是一定要吃一下？我最讨厌草莓了。那葡萄，葡萄可以。我超喜欢就是软糖吃葡萄。我最喜欢，对，我也是最喜欢葡萄。葡萄最好吃。在小时候有一个 QQ 葡萄软糖吗？嗯，现在应该有卖。你说葡萄形状的，超好吃，小时候超爱吃。我不喜欢那个青苹果味道，吃到后面好像药水味哦。任何苹果跟草莓的加工品，我觉得都不是他们的原味。就是我吃草莓软糖，我觉得这不是草莓味啊。可是日本的那个草莓软糖很好吃哎、欸，没吃过。它里面会就是真的包葡萄，或是真的包那个草莓的、那個。那是真的、啊，我说草莓加工品，像草莓软糖、哦、草莓冰淇淋，嗯，我觉得他们都不是草莓味啊。所以在我心里，他们都不是草莓。我最喜欢吃圆形的草莓，草莓加工品我就没有很爱。嗯，这葡萄，嗯，好不葡萄、哦，这葡萄，这葡萄，马来西亚的葡萄啊，有没有吃过马来西亚的葡萄？这不是葡萄啊，哇，有一点点，我觉得它有点像葡萄香槟，嗯，有点酒的香槟的那一种，但它没有酒味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有点香槟，它不是真正的葡萄的水果味，嗯，这就是我所谓的葡萄加工品的味道，这不是葡萄 ，I know， 那你要吃？橘子还是草莓？哎，柳丁还是草莓？柳丁啊 ，orange， 好吧，随便啦，反正就是类似。我觉得这种芒果打开的时候，那个芒果味就串出来，其他都还好。哦，这个草莓味呢，香精味。人家一直觉得我们很烦，就是软糖就软糖，怎么可能真的水果当香精啊？不是嘛？嗯、就是很像软糖，小时候的软糖的味道，跟我们。台湾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最棒的是它不会粘牙，我觉得不错。嗯，然后很真的蛮 Q 的，多一个草莓，一定要逼他吃。今天吃了有史，我这一个月来吃最多的糖吧。对啊，我超喜欢吃软糖，我不爱吃糖啊。嗯，好臭，不是草莓各位，草莓，我不懂草莓是加工品，这不是草莓啊。你懂我的感觉吧？还是我们刚刚吃太多水果味道，已经混合了。
嗯，不好吃。嗯，我最喜欢芒果的，芒果最好吃。好像我自己又买了一包芒果了。然后我觉得芒果应该是最经典的口味，所以他们有特别出了一个芒果的包装。好，接下来是重头戏。什么？我想拍这影片原因就是这个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它的外壳已经被丽妈妈丢掉了。好，你先闻看看。对，没错。榴莲，榴莲的饼干哦，它不是榴莲干，它是榴莲饼干。给你们看，用榴莲做的饼干。嗯，它不是我们感觉是榴莲果干呢、啊。就是我说它不是像我们就是台湾的那种芒果果干。好错、哦，它做的有点像饼干，它一块就是脆脆的、松松的，不是我们平常吃我们台湾果干，不是就是很有嚼劲，就是厚厚的，很像蜜饯吗？可它不是，它有点像饼干。你敢吃榴莲吗？不敢吃啊！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过一次，然后超难，要吐了。对，我们两个就说好恶心，我不要吃。而且我妈是拿那个，就是人家说冰冻过的榴莲比较没有那个味道。哎，我臭死了！我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哦，超臭的。好，你可以先吃小块的。对啊，先吃小块。你吃过吗？我吃过。会吐吗？不会，但它的味道会永远保存在你的嘴巴。很臭哎、欸！我不懂榴莲。爱榴莲的人他不喜欢榴莲，不好吃，丢掉。嗯，好臭、哦，好臭哦！为什么你们喜欢吃榴莲啊？就跟他外国人不懂我们臭豆腐的原理是一样。嗯，然后我们也不懂日本人纳豆。嗯，纳豆，对，纳豆我真的不懂。我想说，不就纳豆吗？就吃这种臭，好臭、哦，它会一直留在你的嘴巴里哦。然后大家吃别的。可是我觉得它的口感没了，像饼干哎。很脆，很 I don't care， 我觉得不好吃，像饼干哎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如果你们去可以尝试看看。就是艾迪说这包不便宜，台币大概要两三百块，很臭，好臭。我们应该抽奖送这个榴莲饼干，很臭。你要留言说你不敢吃，搞不好他们很喜欢哎、欸。你要我只给不敢吃的人，真的很多人喜欢吃榴莲，我知道啊。可是我其实我吃一块之后，后面那个它的后面那个味道，我觉得蛮香的。这比刚刚一开始的好，对，当然是不会想吃第二块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开一包就好，就这一包让我带回去台北，所以就没再开了。懂欣赏的人才懂，好，我不懂得欣赏榴莲的美味。最后一个是这个咖喱的泡面，辣咖喱泡面，最喜欢吃这个，没错，期待它叫做白咖喱面，冰城古早味。然后你知道那个我们去全联，然后就发现它在那里，然后之后是白卖了，其他就卖了，然后几乎台湾都有卖。如果你们去逛了全联，还是什么美联社就会看到。然后你把那边拿来吧，它是很浓的，我觉得很浓的咖喱味，像这样，嗯，红红的。我先吃了，不知道辣不辣，好，先吃好了，因为我有吃过。在这边就可以闻到那个咖喱味，嗯，就是那种东南亚泡面味，东南亚，它有点，对，有点咖喱椰汁咖喱的味道，椰汁它有椰汁吗？嗯、哦，有可能因为它写白咖喱，嗯，感觉是椰汁咖喱面。可是我之前吃泰国的泡面，它那面都好细哦，可是这个我觉得没有到特别细，面还蛮 Q 的，跟台湾的泡面比的话，嗯，没有什么。面哦，没想到，我算是蛮会吃的、啊，不是我呛的辣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辣是香的辣，不是真的是辣的辣。如果喜欢吃辣的人，应该会蛮喜欢的，稍微有一点辣辣的而已。我觉得它味道有点无聊哎、欸，就是你说的白椰汁咖喱的味道，我可能吃不完一碗。就会腻，我吃得完，除非我很饿啦。我喝一个汤看看好了。嗯，我觉得汤不错啊。你以为它会很辣很浓，但其实不辣不浓哎。没有啊，没有说它很辣啊。不是啊，我说看它的样子，不是说你说辣。哦，汤还蛮好喝的。对啊，汤还不错哎、嗯。然后面也是蛮 Q 的，我觉得也是不错。嗯，汤不错，汤蛮好喝的，是可以喝的，不是？嗯。
如果你在家想要加料的话，我觉得它蛮适合的。嗯，我觉得它很适合加一些什么，对，鸡蛋啊、虾子啊、小白菜、菇啊、菜啊什么之类的，就加进去应该味道会更好，就不会觉得很快就腻了，不会觉得味道很无聊。还不错，我也被呛到，是不是被呛到？为什么？不是辣，就是呛啊。它毕竟里面有那个小花椒籽之类的吧，会呛。对，不要边讲话边吃。不是辣的那一种，就是呛。对。那今天所有的零食，还有我家泡面里面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我想一下，我应该会喜欢那个第一个王子面。对哦。Monster。如果要我给的话，还是妈咪 master， 妈咪。如果要我给的话，我会选芒果软糖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喜欢吃软糖啊，而且这芒果味真的很香耶。我觉得它是所有芒果所有软糖里面味道最，是我最喜欢的，所以我会投给芒果软糖。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泡面，泡面也不错啊。嗯、大概就这样。好，那今天是不是就到这边咯？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快订阅我们，然后想要看的主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下面留言给我们，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其他好吃的零食，不管是马来西亚或是什么重庆的那种酸辣粉、螺蛳粉之类都可以留言给我们，下次我们有机会再拍影片。那就这样咯，拜拜拜拜。那快讲那个 Jackie 有剪进去这个吗？会啊，我什么都会剪哦。我去看看。